想当一名画家，画出有山有水这个美丽的城市。盲人画画可能在大部分看来好像是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事情。这个小女孩她的视力其实也是在0.1，看着所有全是模模糊糊的。可能大家都是以一个好像他们是残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这些儿童。我想要表达的是说，这些儿童他们有自己很特别的一面，特别带感情的。他的眼里的世界有可能比我们说更丰富。第一次在影院画画，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不是我们在为孩子们做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去拿出自己的温暖和爱心的机会。给我一个。你是双子座的吗？我希望你们的一个作品，每一幅画，每一首歌，那都是我们骄傲。等会儿，等待点，等待点。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世界其实是五彩斑斓的。他们要关注那些视力不好的人，要帮助别人。阿伯。希望更多特殊儿童的群体可以通过影像的力量得到公众的关注还有了解。高兴吗？拍电影累吗？累。还想再拍吗？好，下话走。